南瓜的授粉呢、啊？你看像那个，看到蜜蜂了、啊、哈、哦，看那个蜜蜂帮忙授粉，不然就是人工授粉。我右手拿那个是工花，你看有花粉，就把它碰在那个柱头上。你看柱头上那个就是有花粉，啊、哦，有看到？那早上做，不然那个细胞会坏死掉。这样摩擦，后来就你看有花粉了，把它涂在那个柱头上，然后那个。旁边的叶子要摘掉，尾端那个要摘掉，有一些花苞也要摘掉，避免浪费营养。然后要用袋子包起来，有那个大的袋子更好。或者用草盖啊，没有袋子，要用草盖，然后避免风来吹了。